归，尾干而正，不屑漏炉。阿娟兄，我云兄，这，正是。我平日随张老行医看病，至于那些跌打损伤的，目之所及。两位兄，阿娟正值青春年华，她本就早，我等自是少年勇武，今日方知。啊，那主编，山谷阴处，较之阳坡果然不。当归，味甘而重，补血，又其气清而漏炉。阿娟，我这，正是。
我平日虽至于那些跌打损，目之所及。两位兄长不知。阿娟这他本就走了，我等自是少年勇武，今日方知。啊，那处便是个山谷阴处，叫之杨铺。